这间来自日本的咖啡店是台北首家可以少量购买现烘咖啡豆的咖啡馆。一进店门就会看到地上有着一箱箱的生豆，选定想要的咖啡豆，再决定烘焙的程度，烘豆师才会进行烘焙。从烘焙到包装大概需要20分钟，虽然是自动旋转的机器，但是烘豆师还是借由声音来判断烘焙的程度，也会不断取样观察咖啡豆的状态。选购咖啡豆还会送一杯价值100元的手冲咖啡，平常有4款可以选择，以酸味及苦味做区分，客人可以在等待咖啡时间里好好品尝一下咖啡香。附带一提，手冲咖啡附的坚果也是用烘豆机烘焙而成的哦。如果想要吃点东西，这里有提供餐点，目前有日式咖喱饭跟冲绳塔可饭。烘焙完成后，咖啡师会将咖啡豆送到客人面前，确认烘焙完成的状态才会进行包装。现烘咖啡的魅力就在于可以感受到从刚烘好到咖啡豆慢慢熟成之间的变化。咖啡迷们，赶快来试试看吧！动新闻台北报道。